安置美廉家庭业者为了回馈社会，举办了美梦成真的活动，送暖给弱势的孩子们哦。业者就邀请北区家福中心的孩童到历史博物馆免费参观迪士尼的经典动画艺术展，让小朋友们可以充满这个童话的氛围的展区里，一起欢度一个充满回忆的时光。